八位冠军制茶师齐聚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，共同为新北好茶八罐茶特展揭开序幕。这项难得一见的展出，从即日起至12月15日，新北市副市长叶慧卿邀民众共襄盛举，见证新北好茶八年来的丰硕成果。来自平岭，来自石碇，来自三峡，我们的茶农，他技术在全国比赛里面都脱颖而出，这非常不容易。因为每年的比赛的地点也好，器具也好，茶经都不一样，我们凭着他们高超的技术，那可以脱颖而出。啊，新北市啊，我们就趁这样的机会，把新北的好茶推广给全国以及海内外的朋友。今年荣获全国制茶冠军的曾天祥，他表示，制茶除了要遵循古法外，也要懂得随机应变。像今年比赛期间，全都是潮湿的雨天，因此他在浪青时就特别下了一番功夫。因为今年都是我在比赛的过程中，就是常常下雨啊，就是连那个礼拜都是下雨天呢、啊，所以我对浪青的步骤就是比较拿捏，比较轻巧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农业局指出，今年是特别的一年，缔造了8连霸的创举，因此特别策划这次展览。除了提倡喝茶正酣的概念，也期望能引领年轻族群共同感受饮茶文化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罗文宏采访报道。